12月31日，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在澳门举行，朴树自弹着吉他和乐队一起为大家带来了 Forever Young、 平凡之路和送别三首歌曲。在表演平凡之路的过程中，有些部分朴树只唱了上句没有唱下句，也有网友吐槽朴树忘词了，但也有网友表示朴树这是在和观众积极互动。此外，朴树在表演中还摘掉了耳返，全情投入到了演唱当中。在送别一曲开始之前，朴树向大家送出了自己的新年祝福，希望天下太平，国泰民安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